25年，可不是吗？25年，我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一天。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，25年以后自己还在滑板，25年以后我们又再次回到这地方，就在那片海滩上，有吃有喝的，当然用单翘，那时候已经知道有双翘，比赛不就为了要装个逼吗？生生的借了我朋友一块双翘。就那滑板场上有沙子，我拿一大扫把跟那一边扫，然后越扫越高兴。小时候滑板就觉得酷，屌，现在就觉得就喜欢跟几个老哥们、老朋友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去享受滑板。就你看，有时候尖儿翻吧，其实感觉半天不成，哟呵，钻进去了。All right， 我准备 drop in 到那个 gap。Oh shit， 速度好像有一点快。你滑那么多年滑板，其实你除了滑板之外，你已经可以为滑板做一些事情，这种感觉很好。我这次为什么来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在，我好久没见到大家了。李子欣当天晚上跟我说，你掰厉害了这么狠，说 KF 掰厉害了肯定拿第一。我什么感觉？跟年轻的一些，操，我觉得牛逼啊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跟这个年轻的肯定要比啊，肯定要拼了，是吧？做动作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想过害怕。经常会在想，我们一直在说的滑板文化是什么？我想来想去，其实就是俩字：自由。在我这里就高兴，反正高兴。是什么？它就是精神呗，那还能是什么？他有人说信仰吧，有点过。滑板是爱到死，肯定是。我现在已经不管我是不是 pro， 我肯定还是喜欢滑板，还是爱滑板。拿了奖金给家里呗，还不知道滑的累也滑不动吧。